Hi Liu, welcome to my channel. We're gonna watch the guys Zoshan a concert video. Let's watch guys. If you guys want more about them, please comment down below. Yeah.喂，我们等下全场倒数5个数字，我们就直接找到他，好不好？来，我们摄像老师先整个坐起来，我有点晕。来，全场5、4、3、2、1，停！Yeah。 What was that? 哦，这里啊。 Hello， 老师给他一点点光。哇，你今天好漂亮啊！谢谢，谢谢你，谢谢。专门坐来接你的。谢谢。你上以后想要这么漂亮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好吗？好的，谢谢。What was that? She's screaming. 南京的潘系跟怎么是这样说吗？不是这样说是吗？是的，是学了一次，全场沉默了是吗？我回去要找一下我那个南京朋友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啊，你叫我糯米吧。糯米，好，来自上海的糯米朋友你好，你好，辛苦你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听我唱歌的？ 我初二14年的时候，14年的时候，对的，您才初二，是的，14年，也就是我出道的时候了。您初二的时候，我出道了，哇，那会非常，那听我的歌有大概10年了。对，正好10年。听我的第一首歌是，该说不说是欢迎。哦，这里有其他人听我的欢迎吗？ 啊！我的舞台欢迎吗？是体育老师的声音。只有你静静笑。哇！我不该晾着你，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第一首歌是欢迎，那第二首歌是什么歌？第二首是大鱼。第三首？化身孤岛的鲸。记错了，化身孤岛。化身孤岛鲸，对不起。不会不会。 这首歌特别奇妙，因为在南京我们唱《化身孤岛》的南京。谢谢你。那今天你看一下这9首歌当中，你想听哪一首？六号海棠。哦，有这么多人喜欢海棠吗？这边的朋友喜欢吗？嗯，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我从深圳开始就想点这首歌了。哇塞！ 谢谢你，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希望你在支持我之前先照顾好自己，好不好？可以最后再说一句吗？你要说什么？谢谢，嫁给我。What is that？ 侬想得美，开玩笑的，谢谢你，谢谢糯米，那这首《海棠》。 希望你们归来依然是那个初心不忘的少年。Yay! Oh my god! So you guys for that's. Wow.
Oh my god. Woo. What the control? Oh my god! It's amazing! That was nice. Anyway, if you guys want to know about Zou Shen, please comment down below and take yourself, guys, and bye bye.